超级汽车。路政车，别挡路。前方有路障，大家请绕行。让开，让开！嘿，雪峰，快停下！雷克警长，我赶时间，你就让我过去吧。不行，所有汽车遇到路障都不能通行，这是交通规则。嗯，好吧。喂，前面怎么不走了？别堵在这儿。哦，糟了。啊，有路障就不能前进，还会造成大堵车。哈哈，我有主意了。嗯，改装完成，路障车诞生啦。满满一车的路障，让所有的汽车无路可走。嗯，去吧。谢谢你，雷克警长，再见。再见。怎么回事？这里又有路障。嗯，奇怪，这些路障都是谁放的？嗯，贝勒虎、开心虎，怎么了？雷克警长，城市里出现了好多路障。嗯，大桥上、公园里、沙滩上都有。不对劲，贝勒虎，快帮我升级，让我去调查一下。没问题，在旧城库堡一起来帮忙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铁臂挖掘机，库堡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乱走走，乱走走，城市到处乱走走。超级汽车现在出发，去解决麻烦。雷达雷达滴滴滴，发现了目标。站住，不许跑。我来帮你。雷达雷达开启，嘟嘀呼找到你。橙子回来又回去，勇往直前不回停。一定要抓住他。超级汽车快追击，危险危险要小心。车轮向前进，轻松跳呀跳过去。挥动铲子向前进，轻松推开穿过去。追呀追，追呀追，推呀推，推呀推，一张大网紧紧抓住你。嘿，哦，这个大坑很危险。我们需要在前面放一个路障，提醒大家。嗯，这样做才对嘛。泡泡灾难。我的洗车店开业了，今天洗车免费。哇，免费！来排队吧。哎，大家在这干什么？听说是免费洗车。哇，这么好的事，我可不能错过。喂，你们刮花了我的油漆。对不起。啊，你们小心点，差点撞到我的宝宝。啊，对不起。
是不是插队了？你可别乱说，好好排队，别浪费我们的时间。滴滴滴滴滴。今天排队的汽车真多。啊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大家别吵了，快停下来。妮娜，你过来。糟糕，我忘记把清洗剂拿下来了。快跑快跑，救命啊。哎呀，现在可怎么办？呼叫指挥中心。妮娜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洗车店产生了大量的泡泡，已经开始淹没街道了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快消失，发射水炮弹，用力用力冲冲冲，街道畅通了，前进。汽车汽车在哪里？被大炮淹没。行人行人在哪里？困在炮里。我们分头行动吧。好的，伸出伸出我的大铲子，对着泡泡挖呀挖，挖呀挖呀，挖出挖出两个小汽车，一辆公交车。哇，弹弹弹弹我的大车轮，跳进泡泡里。哟吼，大家大家快快抓紧我，向上跳呀跳跳呀。你们看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花园里，还有好多好多泡泡呀。大家都来帮忙，让泡泡消失吧！泡泡泡泡快消失，用水冲一冲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轮子踩一踩。泡泡泡泡快消失，挥挥大铲子。泡泡泡泡消失啦，到处亮晶晶。不小心了，真是抱歉，给大家惹麻烦了。没关系，妮娜。对了，今天还有免费的洗车活动吗？当然有，不过要好好排队呀。水下救援。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，360度旋转。哇，好厉害啊。麦嘟嘟，你小心点。哎呦，是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你们看，表面裂开了。快跑啊。不跑呀！
嘟，马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啊，胖嘟嘟，你怎么了？马嘟嘟和马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，变身！超雷达警车，雷克。火箭赛车，旋风。大力士跳车，阿力。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点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变长变长变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滴滴滴，发现目标 ，Go Go！紧急救援，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！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，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，做得好！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地面太厚了。嗯，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超级汽车，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嗯，我们知道了。阿秋，以物换物。交换市场看起来好热闹呀，不知道会发现什么好东西，我们去逛逛吧。我交换吧。嗨，酷宝。这些是什么呀？这都是我平时挖到的宝贝，每一个都很珍贵。可是这个帽子都破了。瞧我发现了什么，这顶帽子真是太完美了。我能用这把梳子和你交换吗？虽然我没有头发，但我喜欢你的梳子，成交。旧物交换市场果然很有趣。妮娜，我们刚才用无人机换了一个小飞碟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我还想再看看。那是是我最喜欢的怪兽漫画，胖嘟嘟，我要跟你交换。你想要什么？气球、眼镜、帽子，还是小喇叭？这些我都不需要。我想要蛋糕。蛋糕。妮娜，你可以去找美食车亚米，他一定有很多蛋糕。飞
呀？妮娜，你要快一点哦，不然我就和别人交换了。啊，我现在就去，为了火，快帮我升级吧。好吧。出租车妮娜，请准备。我准备好了。超级汽车，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幸运风扇。哇！超级汽车出动！做好了没有？哦，走了。做蛋糕没有奶油，需要新鲜的牛奶。嗯，不就是牛奶吗？我去去就来。打着轮，蹦蹦跳跳，牛奶马上就找到。装满了吗？没有没有。装满了吗？哦，糟了，大奶牛肚子饿了，猫猫猫猫想吃草。唉，奶牛饿了挤不出奶。看来想要牛奶，必须先找到青草。打车轮，蹦蹦跳跳，找呀找呀找不到。青草在哪里？跟我来吧。青草在哪里？哦，糟了。阳光，麦子没法晒太阳。今天也太不走运了。对了，我有幸运风扇，我帮你赶走乌云。打车轮，蹦蹦跳跳，踩着云朵跳得高。左边的乌云吹呀吹呀，右边的乌云吹呀吹呀，把乌云全部散开，天空变得好晴朗。马上就好，牛奶做蛋糕，马上就好，打车轮，蹦蹦跳跳，终点马上到达了。胖嘟嘟，蛋糕，哇，看起来好好吃呀！妮娜，所有的麦花归你了。太棒了，交换成功。海精灵的魔咒。嘿，你们在玩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哇，真漂亮，我要了。让我玩玩。蓝鱼公主，还给我们。不要，等我玩够了再还给你们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不要这么小气嘛。哼，你太霸道了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对待朋友。我要以海精灵的名义对你施下魔咒。玛丽格鲁鲁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现在魔咒生效了，你再也不会有朋友了。天哪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呀？来自海底的求救信号。白老虎、开心虎，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，你们快来帮我。哦，好，超级。哥哥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魔咒呢，这次该出动哪辆超级汽车呢？让我想想，有了，救护车安琪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魔咒消消贴。时空跑道开启。
超级汽车出动。人鱼公主，安琪，快帮帮我，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。别担心，我带了许多魔咒消消贴，用哪张好呢？别看了，快点贴上吧。哈哈哈，太好了，魔咒解除，我又有朋友啦。我的朋友你在哪？小海龟，小海龟找到啦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快走开，我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一定是贴纸失效了，我要再贴一张。我的朋友你在哪？小丑鱼，小丑鱼找到啦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快走开，我不想和你做朋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朋友你在哪？大鲨鱼，大鲨鱼找到啦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快走开，我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不愿意跟你做朋友，是因为你太霸道了。好，人鱼公主，快去和朋友们道歉吧。找呀找呀找朋友，请你听我说一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原谅我，我们还是好朋友。小海龟，小海龟，对不起，玩具玩具还给你。小丑鱼，小丑鱼。好朋友，好朋友在一起，欢欢笑笑好开心。安琪，谢谢你，我知道该怎么交朋友了。不客气，很高兴能帮助到你。章鱼车来袭。成功了，终于从大坑里出来了。太感谢你了，雷克警长。不客气，路上小心。嗨，小美。你好，雷。对不起，我弄脏了街道。雷克警长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是城市清洁日，我们必须保证城市里干干净净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好的，小美，我现在就去洗澡。很好，我也该去打扫公园了。你们想让城市干净整洁？哼，我偏要把城市搞脏搞乱。哼，章鱼车，该你出场了。终于洗好了，我敢说我是这条街最干净的汽车。是谁？天哪，呼叫指挥中心。雷克警长，出什么事了？有辆章鱼车在到处喷墨，这种墨汁又黏又脏。你们看。
我们要赶紧清除墨汁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大力神吊车阿力，螺旋洒水车咕噜噜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长手臂无穷力气，大车小车都吊起，需要救援大声呼喊，超级汽车来帮你。大家都安全了，呼噜爷爷交给你了。小意思。旋转盘上哗啦哗啦，上上下下都冲刷，加强威力喷喷喷喷，大街小巷变干净。呼噜爷爷小心，站住别跑，守护城市我的责任，加速向前追追追，小心小心左右躲避，超级汽车保护你。哎呀哎呀看不见路，开启雷达滴滴呜，发现目标快快行动，是猪大王成功抓捕。哦，钓到了一条大章鱼。哦，大鱼大鱼哗啦啦，冲上街道冲上房屋，大雨哗啦啦啦，空气变得好清新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照耀城市美丽干净。太阳太阳出来啦，每个角落亮晶晶。快看，有彩虹！哇！这个没用的章鱼车！还是我自己来吧，超级汽车，我要把你们废啊！这个坑还没填好啊！救命啊！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酷宝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吼吼！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！宝藏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试试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湖开心湖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
地挖掘机出宝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嗯，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，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，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雪峰快跑啊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，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妖魔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，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库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哦。美味派对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我们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惊喜哟，好期待孩子们的到来，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。我们来了！哇，有好多好吃的。这下可怎么办？食材都用完了。我要蛋糕，我要惊喜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呼叫指挥中心，亚米，出什么事了？我们的派对出了一些意外，小朋友们哭不停，也没有食材重新制作美食了。放心吧，你和妮娜陪伴小朋友，运送食材的任务就交给旋风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梦幻美食车亚米，跳跳出租车妮娜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食材交给我，轰隆轰隆轰隆隆，跨过大桥向前冲，冲啊冲啊冲！
中，我来啦。我把食材带来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们了。没问题。搅拌搅拌加鸡蛋，美味的蛋糕变出来。搅拌搅拌加水果，酸甜的果酱变出来。披萨咬一口，香香又脆脆。果冻果冻咬一口，滑滑又软软。Yummy yummy yummy， 蛋糕真好吃。Yummy yummy yummy， 排队美食多。跟着音乐大节拍，一起来摇摆，拍手跺脚扭一扭。我们在一起 Happy Happy Happy， 最棒的 Party， 哇哦！就是拼搭雕像嘛，交给我吧，嘿，完成。不对，嘿，这次对了吧？太搞笑了！完成错了，这也太难了。有人需要救援，我们快去看看。毛毛怪，哈哈怪，太好了，终于联系上你们了。哼，你们想干嘛？又要搞破坏吗？不不不，我们是来寻求帮助的。我们居住的星球出现了分裂，马上就要毁灭了吗？不要啊！这个救援任务交给我们吧，所有问题都难不倒超级汽车。赛车旋风，大吊查理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太空飞行器。哇！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怎么办？我的星球，咔嚓嚓，咔嚓嚓，变成碎片。哦，朋友，哦，家人，都去哪儿了？谁能来帮帮我拯救家园？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们来了，找一
找，找一找，遨游太空，加速度向前冲，发现星球，推呀推，推呀推，慢慢移动，昂首臂向前伸，抓住星球，拉呀拉，拉呀拉，可可可啊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们来了。快全找到了，开始拼搭，拼一拼，拼一拼，搭建星球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全都错啦，我来教你，拼一拼，拼一拼，搭建星球，放左边，放右边，放上面，放下面，完成搭建。别担心，接下来靠我的。毛毛怪，这次你的毛毛可发挥了大作用哦！超级汽车拯救了我们的星球！超级汽车，超级汽车！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超级汽车。我想这件事好像把你难倒喽。原始人之家。快，是新的求助信号。哦，是一个原始人。露萨，露萨，阿库纳塔，曼库拉。他在说什么？我一句也没听懂。瞧，又来了两个原始人。亚非卡，特鲁汉娜。看我的，好大路呀！不好，他们怎么打起来了？我们快召唤超级汽车吧！警车雷克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。变身！今天的惊喜道具是翻译耳机。时空跑道开启！超级汽车出动！空萨，空萨，曼鲁萨，空萨，空萨，马特鲁萨，大家快住手！对呀，哦，要开启翻译耳机。这回好了，我是警车雷克，你们为什么吵架呀？我们想建房子，但想法不一样。我想做石头屋，这样才坚固。我想做栅栏，这样才能防御野兽。我希望房子上有很多花花，这样才漂亮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放心，你们的想法都会实现。这是吊车阿力。他按照你们的要求设计了一个新房子。看起来很坚固，很安全，也很漂亮，我们喜欢。那太好了，大家一起来建造房子吧。都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，一起努力建房子，不要再吵架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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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石头一块块放好，房子高高高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乌塔库塔塔。一起努力修围栏，互相要帮忙。
擦咔擦擦，咔擦咔擦擦，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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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。木板一块块放好，围栏很坚固。怎么和图画上不一样？我知道少了什么，是好看的花花。我们都是原始人，木塔木塔塔，漂亮花朵在哪里？我们找到它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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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花儿一朵朵绽放，房子建好了，坚固、安全又漂亮，我们好喜欢。这一定是最棒的原始人之家。嗯，大家的合作很完美哦。哼，木塔库塔塔。